体育局的于小雨、张浩。表演曲目《十一月》。于小雨、张浩完成了他们自由滑的表演，这段表演非常具有表现力。
两个人的合作搭配还是默契度要更，相比之前那一组要更高一些。而且在艺术表现力上，可能是因为经验更为丰富，体现力会更好。同步年转做得非常好。这段抛跳落地很稳，这块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身体出现了一个触冰。第五组反身拉锁托举，几个托举动作都做得很干净利落。之前是因为这个张浩受伤，两个人很久都没有露面了。